你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不，来不及了，他们中了无根之毒，遇则即死。 多谢公子相救，他们应该是为我而来的，未免再生事端，灵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等，公子还有何事？他们毕竟出招很毒，不畏生死，想必都是些死士，估计还会再来。你就不要单独行动了，以免再生事端。多谢公子关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 你毕竟是为了给我送材料，你如果死了，我良心上会过不去，不然谁管你是死是活？你说的对，为了安全，我还是跟在你身边，等我爹派人来接我好了。灵山郡主回来了，他要上茅房。让茅房。娘，郡主可能要在这儿待一会儿。啊，行，那娘先帮你把草药煎了，就给你们做饭。啊，不用，娘，我自己来就好。 是啊，秦伯母，有我帮他，您就忙吧。那行，娘先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啊，跟我过来。 君臣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你一个郡主，能帮什么？你别小看人，生活有什么难的？我来吧。 君臣，你这是在炼制什么呀？炼制灵药啊。灵药？你还会制药？这些都是活血的草药，通过一些简单的工序，就能变成醒脉药液，对觉醒血脉有很大的帮助。就这些乌黑的药液？那什么醒脉药液？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看在你也出力的份上，尝尝。
信不过我。长就长，我就不信了。普普通通的药材配置出来的药剂效果竟然会如此之强，我感觉我的血脉真气在不停地迸发，这药剂的效果怕是不下于一些顶级丹药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用银月石碎片和草药制成的驱毒香囊，闻一闻就能驱毒。之前那些黑衣人来历不明，手段也很毒，你留在身上防身吧。你不要我就拿走了。谁说我不要？灵山，谢谢公子好意。你不必客气，我也是怕你死在我这儿给我添麻烦。你们是？敢问灵山郡主可在此处？左统领，属下奉王爷之命，特来接郡主回府。免礼，秦伯母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郡主有空常来。秦公子，告辞。不送。谢谢公子，今天让我学到了很多。晨儿，哎，总算送走了。刚刚行刺郡主的那几个刺客来历不明，要不是我出手的话，估计他们就得手了。难道康王爷得罪了什么人？接下来几天每天都服用这个醒脉药液，估计很快就能觉醒血脉了。听说有人袭击你，快让父王看看哪里受伤了。父王不用担心，不过区区两个毛贼而已。啊，查清楚谁干的了吗？回禀王爷，属下还在查，但是暂时没有什么进展。那就加强城内的戒备，如遇可疑之人立即逮捕，严刑拷问。是。婶儿啊，为父虽然执掌禁军，位高权重，但朝堂之上得罪了不少人，此事定然是有人从中作梗，你最近几日还是不要出门的为好。女儿这不好好的吗？不过父王，那两个毛贼都是死士，一击不中当场自尽。哦，女儿怀疑他们的目的并非是女儿，而是父王。父王，您最近一定要小心。哎，婶儿啊，父王知道你一向不喜欢女工之物，怎么今日平白无故多了个香囊出来呢？这是女儿逛街的时候自己买的。啊，
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是哪家公子给我们商儿的信物呢。父王，你不要乱说。嗯，哎呀，是时候觉醒血脉了。小先生，您是来觉醒血脉的吧？你父母呢？没陪你一起来吗？你叫我小先生。你年纪比我弟弟还小，称呼你为小先生应该还算恰当吧？好吧，那你帮我准备一间血脉室吧。小先生，今天主持血脉仪式的是陈凡大师，陈凡大师呢还在帮其他人进行血脉觉醒，你可能还要再等等。我想你是搞错了，我不是来找陈凡大师的，你只需要帮我准备一间血脉室即可。血脉室？你该不会是想要自己觉醒血脉吧？血脉觉醒仪式非常复杂，一不小心会对自身有极大影响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其他的你都不需要担心，我呢只是想研究一下血脉觉醒的仪式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既然如此，那阁下请跟我来。血脉室一个时辰500银币，还请阁下在这里签字。刘管事，这批血脉仪是会长大人亲自从武域运送过来的，据说武域的血脉大师用的都是这种高级的血脉仪。这套仪器运动起来十分的复杂，连会长大人都还在研究，你要好生看管，如果出了半点纰漏，我拿你试问。是林执事，您尽管放心啊，我马上吩咐下去，我保证就连一只蚊子我都不让它飞进去。嗯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会长那里还有一些事情，我就先过去了啊。好，您请。据说这套血脉仪啊，连万分之一的血脉浓度都能检测出来，真是厉害啊。刘管事，刘管事在吗？我在这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，慌慌张张的。陈凡大师在给人觉醒的时候血脉仪出了故障，你赶紧过去看看吧。什么？今天来觉醒血脉的少年都由陈凡大师主持觉醒仪式，要是出了问题，哎呀，势必会影响圣地的声誉呀。快快快快，带我去看看啊。这里便是血脉室的所在了。嗯，好，那我去用这间血脉室了。这，嗯，没想到大玄国还有这么一个血脉仪，真是天助我也啊。
自我觉醒就像医师给自己开刀行针一样，是个禁忌，普通血脉师根本不敢做这样的事情。一点血脉都没有，我不信，这不可能。血脉的传承来自于父母双方，在远古时代每个人身上都有血脉，但即使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血脉的传承变得愈发稀薄，也不可能出现完全没有血脉这种情况。我不信，我不可能一点血脉都没有。高级血脉仪完全不知道使用的方法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随之异动，速去城中调查，务必小心谨慎。是。院长，院长，院长，您看这天象之变。吵什么？我看到了。这般天地异象，百年罕有。
难道是有某位武帝强者路过我大玄国吗？怎么只有如此微弱的雷光？莫非只是最弱的一品血脉？但是就凭他刚才爆发出来的恐怖气息，绝非凡品。威力虽然只有一品血脉，但却远远超于普通的三品血脉。怪哉，怪哉！小先生，一个时辰已经到了。这么快就过去一个多时辰了。实在抱歉，您的时间已经到了。好的，我已经完成了。那便好，还请小先生跟我一起去报备一下。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是谁让你们进这间血脉室的？给你的胆子领外人进来。刘管事，这间血脉室的门刚才是开着的，我以为是公开的血脉室，就没有多想。没多想？你知道这是谁的血脉室吗？这可是会长大人的血脉室啊。会长，你竟敢领外人进来，还有你，会长，你胡乱动会长大人的血脉仪，胆大包天呐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，别动！我又不会跑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间血脉室是会长大人的，还连累了你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与你无关，都是我的错。放心，没事的。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李执事，就是他们两个。刘同，这就是你给我的保证？李执事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他们，都是他们的错。血脉室的门开着，又没有人说不让进。如果有错，那就是你们血脉圣地的错。你，是你破坏了会长的血脉印。我只是借用了一下，并未破坏。觉醒室出了什么事，还让我亲自跑一趟？会长，会长大人，刘同看管不力，让他们俩进入了您新组建的血脉室。我特地嘱咐过，
绝不能让任何人进入这件血脉石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要是这台血脉仪出了丝毫问题，你们知道后果。这，会长大人，会长，是谁？是谁打开了这台血脉仪？会长，是他，就是这小子破坏了您的血脉仪，还有他，是他把这小子带进来的，他们两个实在是该死啊！刚才是你进了血脉室，动了我的血脉仪。不错，房门本就是开着的，没有人跟我说不能使用这件血脉室。你还敢狡辩？门开着，你就可以随意进来啊？你知道这血脉仪有多么高深吗？你看得懂吗？你既然看不懂，你还乱动血脉仪，这简直就是蓄意破坏。我怀疑你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派来的。会长大人，我怀疑他们是昭国派来的奸细。哼，阁下为了保命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。你住口，丢人现眼。这位公子，敢问师承何处啊？在下东方青，大玄国血脉圣地会长，今日啊能结识公子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会长大人在大玄国地位超然，为什么会对这小子如此毕恭毕敬呢？师承就没必要说了吧，你还有事吗？那个，刚刚阁下打开了我们这台血脉仪，不知能否帮忙关闭一下。这台血脉仪是我刚拿回来的，这对于如何运作不甚精通，还想请教一下阁下。这个简单。阁下刚刚如何打开这台血脉仪的，能否告知一二？那我只教你一遍，记好了啊。会长，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了。哎，李文宇，快送一下这位公子。啊，不不不，还是啊，我亲自来送你吧。这位姑娘不会受罚吧？公子说笑了，当然不会。请。好。将刘同赶出血脉圣地，从今往后不得踏入圣地半步。会长大人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你可知我为何罚你？若你只是看守失职也就罢了，可你在发现问题过后非但不知悔改，反而强词夺理，拼命狡辩，到最后为了脱罪竟然诬陷别人。哼，假若继续将你留在我血脉圣地，那才是我圣地的耻辱。会长大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不杀你已经是仁慈了，还想让我饶了你，恬不知耻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走。